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。今天天气特别好，佩奇跟他的好朋友苏西正打算去摩天轮玩耍。小山背后有一些声音，苏西听到了很有些害怕，他躲到了佩奇背后。佩奇，我害怕。佩奇说。别怕，苏西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苏西说。好吧，佩奇。于是他们向大山走去，小山后面的声音更大了。佩奇说，需要我们帮助吗？苏西说，一只小狗在那里。他们走到小山背后，一只小狗走了出来。佩奇说，怎么了，小狗？我的腿受伤了。别担心，小狗。苏西说，我回家拿绷带过来。别害怕，小狗，来，我们往前面走。佩奇带着小狗走到前面空旷的地方，这时候苏西拿着绷带急急忙忙地走过来了。苏西让佩奇退后，然后帮小狗包好了脚。小狗开心极了，说，谢谢你们。佩奇说，现在我们送你回家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苏西说，走吧。于是他们一起回了家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